You never drop the con. Never break. 美国男星威尔史密斯在电影《学生焦点》饰演无所不偷的行骗高手，和年轻貌美的诈骗菜鸟有段纠葛的师徒恋。 Maybe he could teach me in your room. 两人多年后在一场危险任务中交手，没想到旧爱已经变身手法高干的蛇蝎美人，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师徒大对决。 刚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的模仿游戏，描述英国电脑科学之父艾伦·图灵在二战期间率领百位顶尖解密专家破解德军的通讯密码，及时拯救无数性命的真实故事。 印度男神班内迪克康伯拜区精彩诠释艾伦图灵这位不为人知的英雄，演技备受肯定。由王晶执导的电影《赌神风云》续集，两大金马影帝周润发、张家辉在剧中化敌为友，在3万尺高空联手展开一场生死决斗。电影网罗刘嘉玲、余文乐等大咖演员演出。 更找来刘德华客串重现20年前电影《赌神》里的经典画面，卡斯阵容坚强。人类网络大师。日本超人气漫画《进击的巨人》改编成动画，故事描述未来世界人类遭遇巨人攻击，为求生存和巨人展开一场生死之斗。电影集结电视动画全集，分成上下2部上映。 上集《红莲》的公使将原本5个多小时的剧情浓缩，带给您最精华的内容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